欢喜做义工，作者庄家芬。退休之前，因为职务的关系，熟悉做水电的头家，我常常拜托伊来学校修理水电，伊拢做甲真舒适，收费嘛真合理。伊常常讲起伊带学生去做水电义工的代志，予我听，我感觉这是真有意义的代志。所以就甲伊讲，有机会的时候我嘛要参加，而且嘛去上伊伫社代开的水电班。顶礼拜我总算有机会去做水电义工。华山基金会拜托老师带义工去一个阿伯的厝，先替伊整理电线甲开关。这个阿伯真可怜，身体无好，阁行动不便。厝内满世界拢是无路用的物件，毋过拢无人甲伊斗摒扫。我一直想讲，伊的后生查某囝是安怎拢无来甲伊关心一下。我真想要替伊甲厝内款款嘞，毋过其他的人甲我讲，这互华山去处理就好，咱袂使管伤济。就安尼，阮八个人用一天的时间，将阿伯厝内的电线钉油好好，搁甲涂骹用按摩头抹好平。老师讲，社会上搁有真济可怜的人，咱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希望会当改善因的生活品质。我看到大家义工，虽然做甲大粒干、细粒干，毋过因拢做甲真欢喜。我真钦佩老师和义工的精神，决定要对着因的脚步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也希望有更多人都会当来斗阵做公益。